晚上才吃饭，核准他在8月13号下午2点哦放假。那他放假的这个时间预计应该是在15号的2点要还监。那因为他遇事未归哈，所以我们立即哈联系哈他的家属，了解他在外面的这个情形哈。那家人表示哈，他早上啊要出门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回来这个报到哈。家属后来也联络他不到哈，我们就通报警方哈进行协询，同时哈我们也当天我就函请地检署哈来做侦办哈。这个林姓受刑人他所犯的罪是强盗罪，他刑期8年4个月，那在109年的8月进入到其他的矫正机关执行，110年的12月21号被遴选到本监来执行。那他今年在本监的表现我们并没有发现异状，而且他在今年的3月份也有放过一次假，而且有准时回来。